首先介绍主审黄振嘉先生，为您带领的裁判群有李瑞达先生、陈光宇先生、方赖能先生、郑文庸先生以及郑义文先生，让我们现场人掌声欢迎他们。接下来介绍由申正彦教练带领的长大海洋饲料队，先发名单有施承汉二号巨金轮，三号林玉豪，四号刘松胜，五号蔡嘉俊，六号王冠森，七号林峰任，八号于长元，九号何国伟，十号潘志祥，十一号刘永伟，十二号赵志坚，十三号王家宪，十四号何国瑞，十五号沈明广，大家都热烈掌声。接下来我们介绍由梁明达教练带领的袁佑兴业，一号张正文，二号蔡玉堂，三号邱友仁，四号刘佑嘉，五号叶志龙，六号苏成文，七号黄汉浩，立国兴，九号朱杰恩，十号黄建颖，十一号林玉祥，十二号刘大明，十三号简廷义，十四号孙玉展，十五号古城义学。接下来我们欢迎理事长及海洋饲料董事长黄明山先生为我们主持开球仪式，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镜头要带套哦。好，那我们帮忙接一下球。好，在主审的裁判响起之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比赛。
台上有啊，现在台上有。设定在金马，老师他们。那最后我们就。台北的啊，他是六姓的，真的、啊，他是他住台北啊，真的、啊。那个光宇，这个是靠近的那个风景，哇，我知道，以前在风景看到他。
工作量的内容。哦。哎，你搞，你这个很厉害。下播吧。洛阳七点半。怎么办？不好，真的站在外面念头都当真，所以要想说这个是阵地的占领，要怎么样最有效率，属于是一样往后转都是机遇看容易被切掉，球踢得很好，跳乱丢。
西北现在的景象很多，真的好。台湾的射脚哈，他射的都不太好，太灵活。嗯，对，有些台湾的对呀、啊，这够鲁状态太差了。你看，很多的赢输赢都靠这射够鲁进去了。他叫四号踢的。啊。干嘛找那个人来？四号。以为是正中间还可以踢的进去。这很重要的嘞。对啊。哪一个比较好？啊，最严，今年当选，真的很辛苦，真的。有对，今晚有最好，我真的很辛苦。他今晚不是弄的，真的很辛苦，能干不？在前头讲国语，前面去了找时间打球都讲台语，是日本话台语，日本是台语，对啊，对啊，现在就能，只能讲国语，偏见重，偏重。对啊，而且都不太会讲，现在都不太会讲台语，听得多。又被抢走了。我一定要跪，跪得好。你看，跨步跑，对啊，跨步跨步，
来用，看个脚，因为这个脚不会给他们摔的话，比较好。这做四人的，你越小，你这首先这个体能较对不住，一打四人都扛不住。哇！一样这些人啊，一样用独穿的方法，对对对，他们的步伐就没有那么的步伐，对啊，Thank you.
新的年法。你起码青蛙嘞，做唔到。不，我呀，这拉裤我都。啊，你青蛙在做会多下。对，怕给你都不生啊。你青蛙多下就算。对，就是腰不能高于肩。十五人制好像不会，就是看两边都是一样。你在华南城，对，你觉得怕个多下？你觉得怕个多下？是。就是网速，现在更腰不能高于肩。应该是因为那个太难，他不能去多少公斤，应该去八个多，八个多个两公斤。嗯，多少公斤？犯规太多了，退要先退了，不退就是又多十公尺。犯规太多了，犯规多的话就没必要，对，就输了，气会被打散。人家就算还是不输的，人家 OK， 人家怎么怎么怎么好，但是你要而且都不能盖好。你入镜头了，讲了很多坏话。嗯，没有。可以讲那个捡马前辈的坏话。结果他在看，然后他从床上跳下来骂人，你知道。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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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就对方的。医生，如果你要多多斗，对啊，要多斗，啊不你要强多，啊不你啊要移动，要移动。战力已经好多了。所以啊，不能累积啊。自己没关系，对对，自己的队友不行。对啦，你自己的队友，你就不能，你不能喊球啊。队友，对吧？你在跳球，你不能喊球，你可能在跳球，合理的。这边哈，重心再往这边移动。那你看他们的话，动作很快。就黑队的话，他们传锋的动作比较敏捷。杰基啊，杰基啊，三打一啊！
多公斤啊，分多公斤啊。点Yeah.
嗨，李雄。这个脚都坏掉了。要转还行，球权他被停住，然后球没有控制，要要，就被控制的话，球赶紧放给后面那边就好了。对啊，刚刚看到你球，对，对呀，对呀，还在继续传，对，是的，那时候飞比较控制，看不见。要趴在上面，就是对方有拿球，碰到他，就是我自己有点看对方的球，这样子就要，他现在只要我们自己队友倒上去，这个还没出现，这样也是要。
哎呦，你不要懂，你不动是用钱嘛，因为动是用钱嘛。这个月被你赢了，动是用钱。挡到了？没有挡到了。有啦。那球怎么没有挡到啊？想当初碰到了。碰到。每个人都有他的年纪越大事情越多，对吧？
像，对方的那个位置，我觉得花费的这么没有分寸。Thank you.
等球。建中，后面在阵地那个，在
就是中指，我闪一个低，我没反过去。小叶哥，用直线踢。哎，你敢直线下来啊？别那个，不要讲。一人分两分啊。小叶，林同学，林同学。哎，局长好。叫了才知道，不叫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我们就是。你要想这边吃就好了，那不饿就好了，不饿就好了。看起来就像赎罪的位置。那先办，先办十点就回家睡觉。我很早就睡觉了。对。
对啊。好不容易。今天照你这个，大概要多少钱？
就是他在吃饭。黄牌啊。像是球为什么这样要吹哨呢？他觉得没有利益，是这样，利益就让他这样费时攻击，让那个是关的裁判的功劳，帮他判断。德意志。这叫。他们国中的教练。Thank you.
这样。穿这种衣服、啊。
哎呦！输人记得不能用碰击做肉的。可以啊，可以。不行，那就要摆小半天。Thank you.
确实。算了，啊，妈，小李啊，再怎么散还是都可能的。对啊，对啊，最重要的。Thank you.
把你调的好。
牌球，那里有，偶尔他们在打牌球。打的，打乒乓啊。好了，打牌球，还打的是人球。Thank you.